好高啊！哇！好高啊！我跟人家在玩呀，哎，好，来，哎，他先，等一下哦。好，你现在限时两分钟，你要找到你的三个队友。那如果说你这两分钟内只有找到一个，你队友就走一个。OK， 我会排队，我会排队。好了，好了，把握时间。得两分钟咋？等下先。哎，我见到了，我见到了。我话不如问下，我问下，问下。啊，问下，问下。哎，小哥，小哥，小哥。我刚刚，不是刚刚，我将来要将来，我要去玩这个雷射山，你要一起玩吧？哦，好，可以啊。好好，那我们再找两个队友，好不好？好好。再两个至少。我们去看一看，再找。看嚟要落去啦，落去啦！嗱，就咁啦。我覺得咧，我哋嘅策略就係揾男性，因為男性都係比較強壯啊嘛，一定係比較強嘅。而且我哋揾啲單身嘅男性，單身男性唔好話單身啦，一個人嘅男性，因為冇咗另一半嘅拖累，佢哋會顯得更加強大你啦。佢全部一 group group 一 group group 噶，好難揾。首先哦，好像很難找到再多兩個，他們都是一組組的。嚟，經過咗我頭先一輪嘅審問之後，我發現咧入邊有好多人都係非常之精英嘅。嚟，大家見一見人先。大家見到佢哋都係非常之強壯啊！經過我問啦，入邊有人係有練體能、射擊各樣嘢嘅，所以我決定挑選三個人出嚟做我嘅拍檔，好唔好？好啊！啊，幾有氣勢！好啦，抱歉，我想我還是要他們啦。哦，沒關係，沒關係，沒關係。我們握個手，也是一場緣分。對。啊，唔好意思，嚟得過，冇辦法，其他人太勁啦。我哋唯有对一啲冇咁强大嘅作出啲舍弃。好啦，队友们，我们走。考虑一下战术。战术，我们只是打绿色这个。直接打绿色。对。好。不管了。打就对。射不赢就拿枪抄他，对不对？我发现了，他们在讨论他们的战术，我们也要讨论一下。那我们就一个战术。就随心，就看到就射，没看到就不射，好不好 ？OK， 尽全力，好不好？我们叫一个，一二三，五。我要打赢晒佢哋，冇啊，好啊。嗨，那我们钢铁雷战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对，那我们这边是雷射枪对战型游戏区，那基本上就是要分两队，那都有分好吗？放好了，那就往里面请哦。好了，准备好了，我哋。下面，从下面渡过去，超界他们。哦，好，好。哇！爹，死咗啦！喂，都死咗啦，仲追 ？Yes！ 好啦。那红队的分数在上面，蓝队在上面。我们是不是红队？红队获胜了，蓝队耶！喂，好，既然你们都有 PK， 然后都有输赢家了，那
那势必就是要惩罚。刚刚是阿巴输了，那我们就去做一个这个园区最最最最恐怖的。这样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来，待会出去往前走一步就好，不要跑，不要跳。好，我们先转身站好，来转身。转身站好。哇，好高啊！哦，就是个这样子。我知道咗系玩嗰个自由落体嘅嘢之后啦，其实我系几兴奋嘅成件事，兴奋。扣住了没有？我很怕。即系咧，因为咧，其实呢件事本身我觉得系好刺激嘅，但系第一下听到嘅时候就会谂，我行不行啦？我可以吗？好。哇！真的好怕啊，感觉挺好的，挺刺激，挺有趣啊！感受一下，好酷啊！我知道惩罚是自由落体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是想紧，我有没有方法可以跑走呢？哇！我发现是没有的。咁啊冇辦法啦，咁一定去玩。不是啊，真的。因為我係一個好畏高嘅人啦，我喺上面就咁望落去，我已經覺得好得人驚啦。冇玩過，你唔知道嗰條繩係咪真係捉實你咯。我好驚我拍完呢個節目。等我一下啊。